所以大家苦行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无怨无悔，从这里去学习这个佛法的一个正确的知见啊。苦行以后呢，我们释迦佛呢就到了这个地方证悟了。你看那个地方啊，就是什么呢？他刚才在讲说，他们那个那里有个苦行的地方，有个女神呐、啊，把释迦佛赶了，说你这个地方不是你的地方，是我的地方啊，所以就把释迦佛赶出来。释迦佛一看，我也不太示弱啊，然后他就把一个身体印在那个是第二个，我们第一个那个山洞里面，再过来那个右边那个地方啊，那个有一尊佛不是吗？佛的后面就是释迦佛弄了一个影像印在那个石头里面啊，所以呢你看看我的功力就这么大，现在你说不是我的就不是吧啊，所以我就来到这个菩提伽耶。他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、哦！你把我一赶，我也觉得也不错啊，赶到这边来马上证悟了，你看看。所以这个呢他就也是欢喜的事情了、啊、师父呢在那个宜兰的那个坟场也是这样，最初我是在那个坟场的那个塔灵骨塔去在二层那边修修修修修修啊，修两年两三年以后呢，就奇怪那个东西一直搬过来，搬到灵骨塔放。那我觉得呢，我这个心情不太好，因为那个修法要比较不要有那些杂物比较好，所以想想哇，这个我也是搬家好了，所以我就搬到那个龙潭湖那边去了。那么从那里呢，我就这个也是说，像释迦佛这样子的时候呢，也是护法的安排，啊、哦，他才能，他这个是好事啊，如果不把他赶，搞不好他不会证悟。把他赶到这边来，哇，证悟了，得到大解脱了，大自在了，大安稳了啊！佛呢，来到这里以后呢，就是在这个菩提树下，当然这棵不是最老的那棵啊，最老的那棵跑哪去了？大家知道吗？最老的一棵呢，归一个国王在管，管的时候呢，就是。那个国王呢，对这个菩提树非常的，就是早晚都服侍这个菩提树。那个国王的妃子一看呢，你怎么对菩提树比我还要关心呢？他每天都关心这个菩提树，没有关心到他的那个太太。啊，一想，我就把这个树把它浇死了，你就可以专心对我。不会对这个菩提树，所以那个菩提树呢是被吃醋吃了，把它弄了，它不能够活下去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故事了哈。那么不过呢，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听听，也是一个我们在学法上呢。一个理解，就是说我们人常常就是一个贪嗔痴。他在这里呢，就是这个菩提树呢，当初呢从牧羊女，就是把喂了一个羊奶以后呢，精神很好。本来呢没有吃什么饭呢，那个悟性也不太好。吃了那个羊奶以后呢，觉得身体非常有能量，然后呢就开始东想西想的，就把各种他。这个96种的他的那个师父教他的这些东西啊搞通了，然后呢也刚刚好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天上的星星呢在眨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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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被他眨眼眨了几下哈，他就突然的回光返照以后呢，看到自己了。那么再下来呢，这个夜睹明星啊，也就是像释迦佛看到明星，就是他自己拿给迦叶尊者看那朵花一样，哎，他看到那个星星的时候，亮亮亮的时候，把他心突然的引发，他那个心也亮起来了，所以呢，他就开悟了。
所以大家今天晚上看起来信心也没有啊，大家大概开不了什么悟，有吗？哇呀，只有一颗小小的，真的吗？那大概是你们看哪一颗心是你们的那个开悟心，看一看。那么我想，佛呢讲了什么话呢？证悟以后讲了什么话？所谓众生啊，皆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啊，众生每一个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。只因为呢，执着妄相而不能证得，就是执着妄相。大家知道执着什么妄相啊？什么叫妄相？你认为真实的所有一切真实的都是叫做妄相，你们没有去参考它的无常苦空的时候呢，啊，你们就执着那个是实有的。事实上呢，每一个实有的东西都是短暂的，时间再长也是短暂的，它不是可以永恒的。你看像迦摄，迦摄大家知道是谁吗？禅宗第二祖，那么释迦佛是第一祖，对不对？那个迦摄尊者呢，他平常呢是就在坟场修行的，一生在这个坟场修行。有一天呢，释迦佛呢拿了一个花，啊，就这样子，啊，他这样比来比去啊，哦，比来比去的时候呢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迦摄从来不笑的，突然笑了，哇，灿烂的笑了。你知道迦摄在笑什么吗？迦摄在笑什么？你们想知道对不对？这个要开悟才知道的。所以大家参加灵鹫山的禅修，有一天你就知道了迦摄那么开朗开心的笑，笑什么？他一辈子都没有笑过，都在苦行林苦修啊，禅定第一的，头陀第一，到现在还在那个鸡足山，云南的鸡足山那边呢住，要把佛的袈裟剥，把保管好，一直到下一个弥勒佛56亿年以后，我们的弥勒佛下生的时候，他才把那个袈裟呢，哎，交给他。大家知道吗？那个时候的人呢，啊，就活了20000多岁，每一个人可以活20000岁。那我们现在的人活几岁？现在活得不够看呐，啊。啊，哦，就活的命是没有多少长了，啊，所以我们的这个佛呢，100年的减一岁，释迦佛涅槃以后呢，就是100年减一岁，100年减一岁，现在已经2500年啊，以上啊，那么现在呢就减了2500岁，那么那个时候是八十减。所以现在是50几岁的样子啊，再下去呢，到了人的岁数到10岁的时候呢，平均年龄了，到10岁的时候，那么才会人心坏到要死了，每个树长的都是又尖又刺，一碰到就是中毒，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才反省到要做好人，要做好事，心要好，不要夫妻就猜忌，父母也猜忌，小孩这个子女也会互相猜忌不信任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现在我们人心坏不坏呀？所以我们从10岁每100年增加一岁到84000岁，哦，到80000岁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地球呢叫做增跟减，啊，减的时候呢就是活到10岁，增的时候就是84000岁，
那么那个时候弥勒 出生的时候，那个是20000岁，还有56亿年弥勒佛才下来。大家觉得地球会怎么样？世界末日吗？它只会重整，地球只会重整，就是重新整然后再活长点，重新整再活长点。地球是也会自己疗愈自己，所以我们破坏得很厉害，它就要开始自己疗养自己。我们人有没有办法疗养自己？也会啊，但是我们要现在都要靠药来治疗啊，吃什么来帮忙啊。你看释迦佛都要苦修6年，所以大家实在是要用功精进，如果不精进的话，好，实在很难搞懂佛的这个法要啊。那么佛证悟以后呢，他就想涅槃了。他想哦，我的这个法呢，这个大概不一定有人听得懂，一定听不懂。你看，如果佛那个时候涅槃了，大家还能在这里朝圣吗？他一看这个，我这么悟的这么深的道理，大家一定搞不懂。所以后来呢，被帝师，大家帝师是谁知道吗？哎，玉皇大帝他们通通这些神明呐、啊，命长智慧又好，赶紧来请释迦佛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能涅槃啊！啊，涅了盘子就跑不行的了，啊，你一跑的话，我们又没有盘子怎么办呢？”你有盘子可以跑，我没有啊，啊，所以呢，佛呢，就说这个法太难了，所以后来呢，被帝师天请求他注释以后呢，他就开始在这里49天以后证悟了，证悟以后呢，他就再入定，就是把他所有的这个所证悟的整个的全貌呢，就要讲给这个天上。人间的人听了、啊、天上人间来听这个。那佛陀证悟了什么？有没有讲出来？佛呢21天、啊、证悟以后21天入定，到天上去讲，就是讲给那些天上的人听。那么一共21天就是讲了什么呢？华严经，对不对？他就讲了华严经，华严经就是禅修的果实，因为他禅修的关系，苦心灵这样出来以后，在这里开心了，放松了，以前苦行的时候就很紧，现在一放松啊，就活龙活现的就开悟了啊。活龙活现大家会吗？你们现在可以活龙活现吗？还是别别扭扭的吗？牵牵扯扯的吗？哎，这个哪里放不下吗？哪里还有一点什么障碍吗？啊、哦，活龙活现的就在这个地方呢证悟了，然后就开始呢讲什么呢？四谛啊，四谛十二因缘。